就是我讲几下这个练拳的几个步骤，要不然我给你讲一下啊。第一个是毛步，对，毛步从前呢，是两腰挺胸收腹，脚尖往里扣，膝盖往外摆，成为毛步，这为毛步。然后出拳呢，就是仰腹扣掌。这是毛步，下边是弓步，弓步呢就是前腿，弓，后腿要绷直，前腿能站着呢，后腿能站着呢，绷直它，练拉胸，前胸，屁股往下撅，瘦一些，挺胸，就是弓步，虚步，虚步呢就是。重心落到后脚，虚步，这个虚步，重心落到后脚，虚步。下面是徒步，徒步是嘛呢？扑下身子，这个徒步。下一个呢，还有一个挺起独立啊，这个独立，左的右的，还有一个嘛呢是斜步，嘛呢斜步就是这个，这个斜步，